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鸭子，今天和我师傅一起过来大哥家里面啊，跋山涉水啊，真的不容易。来一趟这上面，今天熄了好几次火，而且差点轮子都磨破了，刚好把我师傅也忽悠过来了，然后给这个大哥剪头发，你看，这个我师傅在帮他们剪头发。刚才好像问了大哥前几天剪过头发了，然后就是小孩子好几个月没剪，现在我师傅在帮他们剪头发。来，我们现在弄点水处理过去。大哥，他们想丢饭了，不要买的东西啊！来来来，不要买的东西，上那么多东西，没关系哈，大哥。走，那我们去进去。大忙下丢饭是，你这还忙下饭呢？我们吃过饭过来了。胡同所吃过饭过来。哎呀，师傅。哎，鸭子。哎，你这个项目可以吧？你这个项目给师傅整得很大。Nice。可以。哎，他们啊，很少也出去啊，确实是山高路远。头发这么长了，好几个月没剪了。这对是还在过年前剪的，过年前剪的这个头发。他哥哥剪好了，这他弟弟。鸭子也是有心的哈，这么老远，这么远，特地把我叫过来，还忽悠我一马平川，很好找的师傅，你放心。虽然是山上很好走，哎，来上都上不去的刚才，哎，差点轮子都磨破了。对呀，就这样子。下次。下次咱们还来啊，大哥，我们来了，高不高兴？高兴，高兴吧。高兴。你怎么没去洗头啊？洗了啊。你这就洗头了？上了洗发水没有啊？到了。上了洗发水没有？洗啥呀？没上洗发水，你就这样冲一下。人家年轻。上点洗发水洗一下。啊，洗发水。哎，洗一下舒服一点。洗啥呀？在家里可能行。下午还要去哪里？干活。还要去干活啊？你这个真，我看你这个是不是到插秧啊？我是老田呢，花田。花田？花田撒了个泥。哦，撒到泥啊。哇，你这个鞋子都破了。没干鞋。还有没鞋子？有。没有，我下次过来，我给你买几双过来。有。我都有双好，我还有光的不来。你那个，你看那个鞋，那个鞋子都旧的。之前光穿，还有冷光，还有是蛮多的，还有。下次我过来，我给你买几双啊。不呀。没关系。不呀。是吧？我们都这么熟了，是吧？你穿这个鞋子等一下是不是？没得，不是你穿这个鞋子等一下割到了咋办？是不是？割到了你那个脚也不好，是吧？钱也是钱不多，还搞水鞋。哦，田里面全部穿那个水鞋。不管啥水。没关系，下次我过来，我给你买几双那个鞋子，还有那个水鞋。我有嘛，我就是刚刚那块插秧。现在不是插秧，不是基本上不是插完了吗？还没哎，还蛮早哎，小门都还蛮早。你这香菇什么时候种啊？要什么时候的季节才种？香菇啊。嗯。等那天是啊，还要过几冬子，还要过几天，还要过几个月是吧？过了蛮久，我过开冬子再去剁树。哦，要过完冬至才能种，是吧？剁树，刚才到第二年搞开田，当个年来等。就是说要去砍那个树，然后放在那里。把它先砍到个树呢，还找个树呢。哦，我听懂你的意思，就是说。要把那个树砍断之后，然后把它晒干那个树，然后再那个种那个种子上去，是这意思吧？哎，是的。啊，现在这个种子叶长得挺大个了哦。我操，种的好多啊！你自己栽了好多吗？栽。什么？三栽。就这个种叶啊？栽之前你是先搞这个树干栽给。你自己有没有包那个种子
毛包，就是有没有包那个这个饼吃啊？就这个是粽叶饼呢，嗯，有没有包？底下嘛，我看一下到端午节是吧？哎，端午节个时间。谢谢谢谢，我脑筋，好，谢谢谢谢大哥，我脑筋耶，叫什么名字啊？我脑筋，王老筋，王老筋，开心的，你真的是个开心地啊！你们两个，你们俩不喝啊？给他们也喝啊？来，你们喝，要喝，对，喝对瓶，去去去，不义不义，让你们两个喝，啊，给我喝，嗯，哇，这小孩挺懂事的。你去拿，去拿，里面还有哈。喝，喝。大哥，嗯，这个我师傅帮他们捡的，还满意不？啊，我师傅帮他们捡的头发还满意不？满意，满意啊！哎，行，大哥，嗯，反正我过几天到时候再来，然后我帮你买几双鞋子。不要，买几双鞋子过来。你看你这个鞋子都穿烂了，没关系。穿的脚趾都露没露出来，我又不上山，不穿这个胸，没关系哈，大哥，没事的，嗯，行，那我们差不多回去哈，我们就回去了啊，嗯，行，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，拜拜。